我这儿呢，他还差一枪，躺下吧，躺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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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磨叽。他需要什么肉是吧？肉，我看一下肉，这儿呢，好苦啊。这样啊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吃一个，还给我，肉给你，保护他就行了啊。快起来吧，4400级。那个猴啊，我没看清啊，搁哪打死的不知道。所有的恐龙都打我了，这说明猴子被我们打死了。那个脊背龙，2000级的脊背龙。好了是吧，这个好像也不用安吧，6500级，相当可以了。你下来，来，你下来，这玩意儿比翼龙好多了。这样啊，我背着它， OK OK， 然后让它背我。它能背得动吗？背不动应该。我去，轻轻松松啊。哇，它负重这么高吗？有什么功能没有啊？没啥功能，就是能飞啊，而且耐力好像是无限的。哇，飞得好快啊，这也太可以了，这个我去，小战斗机，我去，可以可以啊，而且它是像开创造一样腾空的。我现在啥也没动啊，它就这么飘着呢。往后飞能飞不？往后飞飞不了啊。 C 键没有， X 键 Ctrl 键没有啊，它可以定在这儿不用动。你看它也不累。你身上能不能放枪啊？枪放不了，枪放不了啊。这已经很不错了，这个可以可以啊。